谢谢大家。哇，我今天看到我们尊尊的粉丝全都是这个橙色的衣服，真的很亮眼。然后我觉得然后我的粉丝是白色的衣服嘛，感觉大家真的非常的和谐，希望你们可以今天好好的来欣赏我们唱歌，多多给我们支持。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其实我是有考虑的，因为刚刚乐评人老师也说我的风格可能比较单一或者是比较大众，那接下来这首歌也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挑战吧，是一首我非常非常想感谢的一个人，对我在我的音乐道路上对我非常重要的梁翘柏老师，他的作品，他写的一首歌。那这首歌的原唱是一个男生，所以我这次用我自己的方式来翻唱他，希望大家可以能够喜欢，带来这首《红玫瑰》送给你们。受伤的梦，我的手中却流失。